老师好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好，你吃饭了吗？还不吃呢。不好意思，老师，我有点激动。那个没事，咱们不激动，先介绍一下自己好吧？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江苏徐州的，我叫李培，我是干铺地搬砖的。你说你是干什么？铺地搬砖，就是搁那和水泥，搁那铺那个砖。铺地板砖是吗？啊。我们今天这里是民歌比赛，你知道吧？不是我没听说，就是我就喜欢唱歌，喜欢唱歌。我平时吧，就是站着也唱，坐着也唱，就是干活干累的时候吧，就坐个地里上倚个墙里上也唱，我就特别喜欢唱歌。那您是那个装修队专门铺地板砖吗？还是？不是，就是没有什么装修队，就是我跟俺老公两人。别看就是俺两人哈，俺那一片装修都是俺两人，铺地板砖都是俺两人干的。那你们俩做多少年了？大约10年左右吧，十年左右都在做这样的一个行业，对呀、那收入是不是还不错？也没啥收入，因为呢是俺是跟农村铺的，不是吗？不像城市要求高，这边那农村的就要求不高，不要求时间，一个月吧，也就是铺那么两三家。一个月就铺两三家啊？那你们周围应该家家都有地板砖了吧？老年朋友没有。哦，老年朋友没有。对呀、我想问曹颖老师，你家铺地板砖吗？你要铺的话，回来录完节目，咱就租。没事，我把家里撬了，咱们重铺。你看我们这个舞台上，其实有很多都是来自于普通基层的我们这样的老百姓来唱歌，因为喜欢唱民歌，而且有很多人唱的特别的好，像我们这个葵花姐，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山药姐，也许你们没有进行过专业的。去学习唱歌，但是你们把自己的生活呀、自己的阅历融入到你们爱的民歌当中，就能在舞台上表现出一个好的状态。哎，那我应该叫您什么呢？总不能是板砖姐吧？这听着太霸气了，板砖姐。好，那我们还是欣赏您的表现好吗？加油。我呢从来也没学过，今天呢能上这个那么大的舞台唱歌，我非常高兴。我就感觉的吧，铺地板砖跟唱歌差不多，都是细木活。接下来呢，给大家唱一首《黄河源头》，唱的不好呢，大家多多原谅，多多包涵。
非常宽广、嘹亮、高亢的好嗓子，所以你这嗓门一出来，大家吓一跳，是吧？真的很豪迈、很豪放、很赫亮，唱得也很好，而且特别我羡慕你，你有这么一个好嗓子，多找机会唱，好好唱，我想你会越唱越好，越唱越有经验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就像刚刚，大伟老师说，非常的那个结实，声音出来很有张力，你有你的特色。让我最感动的是什么呢？你在舞台上特别自如，特别自然，特别放松，特别的质朴，让我们感受得到着一种质朴的一种美，和你在劳动当中的那么一种美。在你唱的时候，我真的想到了，我都脑子里的画面就是说，你在砸着地板砖的时候，在用心在做的时候，你的脑子里是有旋律的。因为刚刚你说了，唱歌跟铺地板砖是一样的。如果我们想唱好歌，我们得首先学会拍铺这个地板砖。回头我拜你为师，谢谢。谢谢老师。我特想知道你平时怎么练歌呢？我就是搁那个，不知道曹云老师你去过那个农村没装潢的那个空房子吗？累的时候我就坐搁那里边，唱歌，那个里边的声音，虽然说我没去过什么 KTV 哈，我就感觉那里边唱歌，比那个 KTV 还好听。当然，您空旷，它那个回声啊，对啊，音效可大了，声音可响了，也可好听了。那你有没有唱给别人听过呢？有。唱给俺老公听的。就是你最忠实的唯一的观众。对、啊。那你这次来参加比赛，老公支持吗？支持，他非常支持我。因为呢，他特别累，知道吧？一天像咱铺农村铺那个地板砖，知道吧？一天一共要就是十几个小时，一蹲就是一天。我累了吧，我要能歇歇，还能唱唱歌，休闲休闲。他累了呢，就只能说为了干活吧，干工。他就是一个劲的干。说实在话，我就想嘛，以后能唱歌，能补贴家用了。那不想让他那么累。真是，我觉得不经意间给我们秀了一首好恩爱，我觉得感觉特别的好。就是夫妻两个人，我们就靠自己的双手共同去为这个家庭去努力。然后可是虽然在这么累这么平时的生活当中，还没有忘了说去调节自己的生活。老公累了就唱歌给他听，然后也希望说在舞台上有更多的机会，然后让老公也能够少辛苦一点，是这样吧？是。我特别喜欢你的个性。谢谢曹老师，他给的意见都非常的中肯啊。我特别想握一下这个您的手，我觉得特别有劲儿哦。天哪，在看他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手啊，虽然身材比较纤细啊，但是这手特别的有劲儿。刚才提到我们这个李培大姐，她老公啊，今天出来比赛，想不想老公啊？想。现在老公一个人在家干活呢是吗？对啊，现在都还搁家庭干活了，有点于心不忍哈。对啊。那我们节目组也给你准备一个小惊喜啊，我们来看看大屏幕。老婆，你腰还疼吗？腰好一点了吗？我看那个北京天气预报，这两天那个北京的风很大，气候不正常，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。家里是家里一切吧，别担心，家里都好，孩子们都听话，都听话，别操心，活着我也干完了，然后这一年我也干完了，别担心，这个在那里吧，好好唱歌，给老师给观众呢，好好唱歌，好好比赛，这个家里吧，我给咱孩子老娘都给你加油，在电视机前呢。给你加油，老婆加油，好好唱。你大哥说的话都暖心啊，第一句就是问腰好点了吗？夫妻二人都惦记着对方的身体啊。看到老公给自己送来的几句话，其实吧，他搁这干活特别辛苦。他这我来的时候，那间屋还没铺好，他说的你去吧，你去比赛试试吧。我自己搁家铺，但是这不是一个人的活，因为呢，一个人得搁下边得抹那个塑灰，还得那个和那个水泥嘛。另外一个人才能铺。你这一个人他干不了那些活，你知道吧？只是说他累那样的。